信貸危機惡化，觸發環球股市急射價，五日之內累積下挫咗近兩成，蒸發市值40,000多億美元，係1970年以嚟表現最差嘅。咁港股亦跌過1500點，失守15000點水平，跌到3年嘅低位。到底錢是否真的可以令一個人得到真正的快樂？